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个装扮呢？他们说他穿这样像那个谁，黄小虎，小虎比较像啊。两黑马盖青黑，天发松松加梦。就没有你们就看啊，就当欢喜。当欢喜啦，哦。那个太阳的子宫啊、八宫哈，他该落应该个很很强哦。老爷大力推，老爷穷下来。哎啊！我要他搞出个老爷大力的节目。哎，今天是毕业典礼啊！对对，要多谢我们这个董承银舞团哈。哎，哎，撤！你们干嘛？怎么有没有想到讲要伴舞啊？你哈？对啊。欢迎我们，害我今天的那个闪光那个冲哦，都冲不太好。对，害我们这个受惊了，嘿，还帮我们这样伴舞这样，惊吓，是。好了，还滚回去，滚回去哈。好，滚回去哈。哦，小虎姐，哎，安尼对起来讲没好。因为清明一礼拜比赛，我觉得我今天会，哭啊！真的吗？你会被他们影响？会不舍得，对不对？对，还好我不用唱歌。对呀，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季的我要面对怎么样的哦，所以不会，下一季应该有新的面孔啊，搞不好会不会下一季他们又再来？对，有三个应该会再来。传统组，这什么情形啊？好，你们准备好了没 ？OK 了哈。好，反正你们也没差嘛，对不对？谁得第一都没有差，对不对？加油！好，好了，接受评审欣赏。要不要去欣赏？去这边欣赏，去这边欣赏，总体欣赏。积分赛比赛规则：达礼拜由无缺氧的主题参赛者七家成功的，经过六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三名，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今天比赛真的非常的好搞哈，很好玩。对呀，但是出级当然当出级啦哈，紧张呀，大家应该非常的紧张。好，也希望大家都有好的成绩。系，我哋报个主题。乜个主题？今天做快慢高的太挑战。这很难呢。不会。先快先慢的先快快先快再慢嘿，哦先慢了、啊、慢再快是吧？我们这个主考、啊、你们自己决定。我们这个主考官有一点。好嘞，好，看一下的表演来。TV 榜样李厚生来，看一精彩表演。好嘞。发浪啊浪发，众生一生。
从来不是感到痛，阿妹变浓，用袂记得拍拖那么紧来紧躲，从来不是感到痛，阿妹变浓，用袂记得祝福紧来紧沉。爱的阿爸在炎炎炎炎的地方，嘿阿妹一生人唱一两个歌，经过了很多年不是唐吉人太马街，他说俩的家的命家的命，永远永远从两把手，永远永远从两把手，永远永远从两把手，每一日听我语从两把手，永远永远从两把手，永远永远从两把手，每日听我语从两把手，是哇，快慢挑战，海金杰，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大挑战啊，对吗？还是挑战那个情绪的转折，轻松自如，情绪啊，然后气的掌控啊，对对对，很难很难呢。你今天怎么出这个考题啊？啊，不会啦，很难。这个每一季都嘛是最后一个这个考题啊，今天。可是真的为了要想为了而想想恋爱够 Q 紧紧。动难呢？动难吗？系啊，敢敢买？要找快歌，就是真的。哦，你就上礼拜的幽默之前，好像就唱完了，唱完，唱完了，唱的快歌没有几首。对，我的快歌没几首。他的口袋名大概是五首，对，前面用掉三首，啊，上礼拜用黑一首，哎，最后一首，最后一首。好，来谈公平了，来。哎，侯振老师，哎，真的，我是觉得你真的是唱出你自己的格调。唱出自己的 style， 然后一直觉得说这一次的六位里面呢，他的天生的原始音色，你是替吼，就感觉上声音那个厚度程度了，那个天生的条件今后，我因为我来讲我是说，你今天这两首歌，我真的没有真的唱得非常的好，主要是来讲我是真的太紧张，没有放松，所以整个的共鸣位置都不对，声音的高跟低，除了请。简单来讲，就是你在上台之前没有先做好那种跟着前奏或者做着呼吸的那个准备，所以你唱的时候跟你平常练的歌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也许因为你上个礼拜表现太好了哈，对你的要求就特别的高，干不好说哎，没有期待当中那么好哈。不过不怕了，反正成绩不错。那也希望说下次继续努力，这样好不好哈？啊，真的很好 ，OK， 啊，是，有机会，好，加油加油，我们这分数等一下才公布，对，好，先休息一下，加油，好吧，先回头休息，好，沙哈的唐曼妮呢？陈怡元呢在演唱，好嘞，唐家后唐的国歌。在故乡。
袂带点笑面，坐在旁边，老你坐在讲以前，爱多穷会让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想过看你上个礼拜表现，像这种挑战对你来讲应该没唔会那个太挑战了哈。还可以吗？对，还可以哈。对，但是没都最最 happy 了。嗯，相对的也累积了很多不一样比赛场次的那种经验。对，嗯哼。可以从一开始比赛。客家歌唔会几多条，唔会几多条，然后一条，涨一条，来呀 ，B B 都一条。现在已经会几首了？十四首啊！十四首，这十四礼拜是超诶。哦，变了很多条。你作为五年法定天台，大概平衡线。平衡线，谁不能讲没啦哈？那是吗？会，我也会。会哈，会嘛？是吗？讲会啦。会台语版。台语版，台语版。会啦。加油加油。好，谢谢。好，来谈一下心中的公平啊。这位老师，可以。我想什么？你对两季比赛的态度，按到十来个比赛，其实虽然讲评审先生处理两位。在讲评的时候，我们懂得是给没容易的学习。如果你有机会把你从第一集来海选的时候，拿着吉他非常生涩，连位置都找不到，吉他音也不准的陈以云，到现在你看看你镜头上的自己。我知道 MB 赛最后的地方，除非我觉得歌唱你真的进步太多了，我就不多说。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我看到你的自信了。然后比起上个礼拜，我又看到更多很不可能的陈以云，譬如讲以前爹过总是死要下来搞来拿来
被我们都讲到这样子，可是你现在可以很悠游自在把好久不见把吉娜罐子的歌改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又有你自己的心意，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棒，我在这边要谢谢你这一季的表现，谢谢老师。好，安子欣啊，客家歌真的好听啊，真的很棒，你以后好多好听的歌，拜托你是创作人嘛，是你就多创作一些客家歌曲。对，我的目标也是就是要写更多客家歌，加油，好不好？先回座休息啊，安子欣，好嘞，撒下来嘞，撒下来谈普世君，好，加个表演来。说国语，要叫起那种冷冷清，留到你爱的海边，告诉你走来走去真神奇，嘿嘿，多俩哈俩哈，我爱到高你哈发，大德福啊哈，基本的门嘿。说可以还高你高你好漂亮，谁不爱讲当成你什么你有空来玩，有汗泪了去抱了吗，谁不爱摸最后爱好两句爱爱你，请说可以还高你高你好漂亮，谁没爱讲感情的什么你有空来玩，有汗来了去抱了吗，是抱的梦最后爱好两句爱爱你，
哎呦，帅透了！哎呀，浑身解数都释放出来了啊！哎呀，对对对对，大胃王你好，大胃王你好。最近吃很多，对不对？哎呀，嗯，最近。压力很大，好好可以好好的讲，好好的发泄。有人就是这样，有人是哦压力大吃不下，有人是压力大，压力越大吃越多。哦，懂懂你那样的。所以你是那种，还先自首，从第一百来弄下六样开始，第十，第十节礼拜不用翻啦，给偏动还是班长拢是唔系？排泄室，哎，是第一僵尸拥抱，哎，僵尸拥抱。阿弥呆嘿，啊，开始都比赛都。中间的时间，他个说诶，一堆偏同，一堆偏同是嘞，嘿咯。然后还有人没就诶，礼拜二又养之前会冲牙嘛，会有贡品，会有冰诶，会有饮料。对，还就看，还就说诶，可是感觉都下猪蹄的时间，一堆偏同唔拉屎。难怪我们每一次录完影就找不到便当吃，所以我们还要叫助理去外面买东西回来。对啊，我们今天很可怜，我们今天还点了那个臭臭锅来，你知道吗？哎呀，这最主要因为应该是你们后期他卡就收给了，收给了，收给是他卡就放，也就放松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矜持有没有啊？还给还是某些给掰这样子。因为我的同学刚来的时候哈，哦，连讲话都不太敢讲，就一个人躲在那个角落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该过去还是不该过去。啊，想说身为同学不过去跟他讲个两句话，好像有点做我们的啊，拍戏啊，啊够黑耶。哦，他像据点王一样，讲一句就哎，欸，就没了，哎呦，然后就说我就默默的走回去我的位置上，直到现在，金曲歌王其实真的要变种嘞，哦，现在不一样了，没瘾啊，对吗？不一样嘞，安琼安塞的都过社会世界。好，就天王啊，天王，什么人这样才躺到台呢？他就是就台北哦，看到本尊，本尊呢？本尊怎样？怎么样？好好讲，好帅啊！好了好了好了，帅了帅了，来谈共鸣啦。好，阿来老师，哦，你们讨论太久了，又是不是有什么疑问？有暗难讨论那样？思慧老师，哇，因为世钧这个部分呢，因为慢快歌转换。好，金碧用按的方式来做亲吻一个一个决赛，真是在考验着你们在舞台上面的经验跟压力，好，就是抗压性。所以慢歌歌快歌的部分按的加，在0.2秒之内，一秒之内要转，所以这是比较你吃力的，好，所以还有因为请说客语压缩国外文艺这下压缩国外，其实我们可以希望你再轻松一点。其实来看到我很，你还用一种比较希望用一种。讲如果要讲一点，就是好像有点小不屑的心情在表现。可是所谓意思是说，我想强调来讲客家一种尊荣感。对你想要表现这个，可是因为按你转弯，结果你反而弄巧成拙了，这比较可惜。好，这比较可惜。不过来，我很肯定你今天的表现，你终于抓到这个音色，这个音色才是你自己的音色。OK。你去把真正的音色在这里，这个就好像我跟浩辰讲意思是一样，如何抓到你自己的音色，那还是真的。好，你用过多的技巧没有错，可能你好过懂得会技巧，啊，不过呢，什么才是你真的音色？你必须要回头去认识一下你自己。你讲发时间，不然你干不够后堂来上你黑马盖，所以你可能还是要回头去想一想。好，所以今天我听到是非常肯定的，虽然给面最后一次的总决赛哈，我希望真的你可以再继续保持下去，找到你自己的方向。你诸位周都清后，好，安子谁？好，安子谁？好 ，OK， 好 ，OK，OK， 好了，那就先回座休息了。好轻松哦，哎，充电了，放松了，拜拜，再见，再见。好，杀来，顾家真的洋葱。好来，看个精彩故事。但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个装扮呢？他们说他穿这样像那个谁，黄小虎，小虎比较像啊。两黑马盖青黑，天发松松加盟。
度身上用灰暗吹过，就几个天空偏偏痴心点意感情给老路，还记得去年冬时你给我一笑面容，而你讲过的话几多回忆几多快乐，你敢黑全部当作模样全不记得了，将离开莫再过来，爱当作今生懵懂爱最累重，天发松松加盟开飞啦应输啦你有样呀模样两人马该死心一你都安住空梦你存钱啦是呀啦你给不住马斯马斯想说马开拍摄拍摄把电脑走你马斯马斯困不掉你才想马开想不掉你才摸汗马开今你眼里共谈美马开放你马共好色咋把你摆咋把把咋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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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拍谁一个不住马斯马斯想说马该拍谁拍谁啊天雷走你马斯马斯不跳你才想马该该想不跳你才摸好马该爱给你眼里共坦白马该发力马共好谁立马恭候谁耶哦哇好厉害耶呱呱你好厉害耶电话都没有通是不是不会通你这打给谁啊为什么他要应酬又什么都不接你电话对啊打给你啊哇、oh, 啊、爸爸都不回家、啊、我为了这个家庭我努力辛苦对不对对我不回家是有原因的吗你为什么要穿得像妈妈的年纪等爸爸但这个是今年流行的豹纹呢哦人家那个豹女郎对不对身材都要很好你们趴在那里那个豹他身材这个抹油啦，抹油模样啦。我可以坐着吗？啊，请坐，请坐啊！今天唱的那么好，
今天唱的那么好，你不坐着，对不对？哎，你刚刚是不是？哦，你真的是哦，还好抹溜皮啦，这个哦，对啊，这样应该很痛吧？五强听听啊，快好，原本一大块，嗯，哦是。那是有伤到这个脚那个脚盘吗？嗯，脚踝韧带裂开。所以你刚刚很用力的在走动了。对，想说最后一次了是不是。对，然后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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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断掉没关系了啊。行啊。告白了，告白耶！哎，他是我爸啊，他卖保险啊，卖保险要开会，对不对？好，春浅摸汗。哎，我发觉给唱爵士风味的歌曲真的好适合哦。是啊，哎，包租婆，我觉得那个关之琳会被你干掉哎。关没有什么东西，关灵芝啦，关灵芝。你每次都讲错他的。关灵芝啦，我比较记得关之琳，好吧？对，不一样的感觉啦。对，关灵芝，他现在年纪也大了嘛，他慢慢也会退居幕后嘛，对不对？或是退休嘛，哎，你就可以接他的位置。啊，他那么厉害，我不行啊，我没有去 pub 唱过歌。我是不是要该给他们杯咖啡啊，还是什么？你可以去阿公店唱啊，你不一定要去 pub 啊。就那个阿公店投币式的，投币式。对，但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个装扮呢？哈，我想说最后一次就穿的夸张一点。哦，就没想到弄老了。对啊，没关系，我的心很老。他们说他穿这样像那个谁，黄小虎。我巧虎了。巧虎比较像啦。好啦好啦，对对对，谈贡品哇！刚刚慧茹老师哦，真的一直那边哇，好开心哦！你现在是要干嘛？我要作证啊！哦，作证，作证！你要干嘛？你要去抗议哦！作证。嘉真，真的，我觉得今天你太棒了，谢谢老师。然后我觉得这个你今天的服装，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适合啊，谢谢老师。其实以前你也唱过这样子的爵士的感觉，可是你今天从头到尾，我觉得你整个的那个拿捏跟表演都是非常完美，嗯，真的真的是很棒。那我觉得你的脚好了没？还没。对，可是你今天没有因为你的嗓子的影响跟你的脚的影响到你的演出、你的演唱。你今天回去真的是好好的看一下你今天的表现。我觉得你今天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慢歌唱得这么的棒？你的那个慵懒的感觉，还有你的真假的转换，嗯，我觉得今天表现得非常的棒。谢谢老师，淋漓尽致。快歌的部分，你连演。带整个情绪，对，我只能说 ，give me 春切，马改 ，perfect，perfect，perfect， 对，今天唱的 perfect， 呀，我们刚才每一位都非常的享受，对，谢谢老师们，加油哦，谢谢，我这个角度，我发现我的腿好漂亮，对呀，你腿一直都很漂亮啊，就这个角度就好，来你腿，换你腿，来，拉起来啊。拉不起来了，然后跟他比一下，嘿，拉高一点，够了，好了，我相信你继续在这一行哦，再继续发展表现，对，你应该会有很棒的成绩，加油，安子谁，好嘞，也介绍下一位，下一位，刘米玲诶，演葱，好，那个葱该过来，躺住底来。唔知你个天空，两行黑马盖颜色，唔知你个旁边。
甘要相爱啊，相依。三个一家，冷冻天哪、啊，年代的再慢那比很爱我啊，阵阵风沙，爱梦阻挡那，你掉了啦，银子我已从几多关，虽然了天。虽然俩天又过又辣，虽然俩空都白撒，爱不会惊，爱爱勇往直前哈，爱爱勇往直前哈，人生的起起落落，爱不会惊，哦哦，爱爱勇往直前哈，就。你吓死人了！刚刚在那么舒服的氛围里面，突然啊，我以为怎么了？你被猜到是不是？开心啊！放松，毕业了耶！毕业了哈，唱完了啊，如释重负。毕业，嗯，对，接下来可能准备要上大学了。研究所，可能要来了啊！怎么样？一路走来。一路走来，不容易，不容易哈。从一个外地来的小孩，然后这边上课读书，哎，还可以来到一个不同语言的地方，
好来参赛。我在台湾最开心的回忆，嗯，就可以认识他们，嗯，就我们像家人一样，真的兄弟姐妹一样。我看你们感情这么好，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对啊，对啊，希望你们这种感情能够长长久久。对，你看哇，他感动到这样，太冷了啦。哎呦，等一下啦，我要把力气留到后面。真的，来了，来了。不是，那太感动了。停一下，来，老师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我跟这位老师刚刚觉得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二首歌刚刚在试唱的时候，就觉得哦，吓死了！这一下你恐怕不得了了，因为你那个唱法是非常好的，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你第一首歌后面一爆冲了以后，等到转到快歌，哎啊，怎么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你了？就突然间。很嗨，嗨的过头了，已经没有界限了。有些时候小地方稍微也要再注意一下。好，我毕竟是比赛，没有关系，反正这就是你的机会嘛，对不对？好不好？好，大家都知道你很会唱歌了。好，好，安子欣，等一下啊，谢谢，谢谢，谢谢。好嘞，请米米，请米米，嘿，来弹吉他，好弹的歌曲。
呦，头发可以。哎呦，头发可以可以。有男朋友嘛？哈，一尸两脚。摸啊！因为老爱介绍嘛。啊，生意呢多少？嗯啊。我被妹妹打不起来。加葱的头发可以，嘿，表现尿哎尿的。是一尸两脚吗？哦，一尸两哈。一开始嘿塞拉的嘛，嗯哦，就穷嘛。哎呀，我想说你怎么奇怪改这个痛去唱这个歌呢？我现在不能适应哦。哦，后来我才想跟他讨论哦，原来他第二遍就改成女生。对对。比多呀哈，有冇该感想啊哈？嗯，有最想爱感情你么？有太家都。感谢你一傻，感动你。漳州的一傻听听哦。老师有讲过，你能够进六强，真的是，这是一个意外。哲伟老师讲的，我只是转述他的话，再说一遍。许大师，嘿，是梦醒上。对对对，哲伟老师今天他妈妈有来哈。等等，妈妈，妈妈，他说了啦，哲伟老师说了，他能够进六强是个意外。你不要这样子，妈妈也这么觉得。啊，真的。哇，妈妈觉得她一定会进六。给妈妈一支麦克风。来，妈妈，妈妈，妈，还有妈妈，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妈妈，你刚刚我她一来比赛，我们就知道她一定会进六强。哎呦，怎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就跟她说，如果你是第一名的样子，不管有几一千人比、一百人比，你都会是第一名。所以她青春代言人，她就是第一名。哦，青春代言人，她就比赛的时候比第一名。对，那时候也是很多人比，然后我们闯的五关，最后她还是第一名。所以你觉得她今天会第几名？因为今天人都很强，啊，每个都那么优秀。我说真的。可是如果今天是第一名，今天是比青春的，他一定也会第一名，对不对？可是他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第一啊！当然这句话，在我们父母的心目中，他哥哥那些全部都在等着。刚刚他打电话问我，他说：“妹妹会第几强？会前三强吗？”我说：“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第一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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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喷入心底。谢谢妈妈了哈，因为他一路上遇到很多贵人啊，也要谢谢大家这样子。谢谢，也谢谢妈妈哈，这样陪着。希望他一直有贵人相助。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妈妈把我们这边当作是那个天后宫，不断的祈求，拜托啊，拜托啊。好了，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直接到家。啊，什么太感？啊，妈妈。妈妈的一定非常疼你啊！主要是对啊，都是对女儿，无论怎么样都是女儿是最棒的。嗯，来，哪位老师啊？来，这位老师，你啊，一个比赛里边对，你看到你越来越好，嗯，越来越强，不能不能不懂强哎。那是这一集的小公，这一届的小公主，你每一次对不对？你看老师都剪头了。今天跟公主，上个礼拜跟新娘一样。对啊，是不是？就是。嗯，我讲的是，德沙都对了十比赛哈，当准冲。你看因为琼央，他每一次来，他都是每一位都精心打扮，只是说在他身上，他更想要给大家美好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季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也要真的很谢谢你，让我们在画面上有很棒的亮点。嗯，以你现在的身份，你也有大使的身份，他还是桃青的桃园青年的叫做什么？客青对客青会的很基本很棒的成员之一，是对，等于是说青山大使了。对，那应该有常常接触外界的机会。对，爱讲出来呢，是啊，嘿，爱讲啊，就爱希望借由你的力量，让更多的不管是桃园，不管是全台湾各地的客家青年，都可以来像你这么棒，站在这舞台上，不只是意外，它还是意外的惊喜。谢谢你这一阵子的演出，加油！谢谢。先回座休息一下。谢谢仁伟，谢谢。谢谢。好，两位参赛朋友已经毕脱嘞，俺先休息一下，本欣赏痛歌，看多大蔓延去亚季的冠军哈。等等哦。那个分数已经统计出来，多大多大，按根本的前三名的满意。俺来先讲公布第六名的嘿。一路行来，轻无简单，轻不容易的，恭喜第六名，总分有555分的顾嘉珍。顾嘉珍之前的分数改了452分。亚礼拜，伊得到的分数特别特别高，
九十八分，所以讲总分加起来550分，恭喜！一类公布第五名，三号类公布第五名，恭喜总分有553分呢。一年比之前两个分数的细胞流失一分，金币得到的分数他得91分，天天，所以两个总分加起来553分，恭喜人为，恭喜！好，一类公布第四名。恭喜第四名总分得到556分的陈怡云。之前两个分数的462分，今次也把分数的94分，所以总分改了556分。恭喜怡云！好，恭喜三位哈，那也请三位先到旁边，小心。好，来，站好哈，安来公布。也第21季的第三名，哎，满意。恭喜，总分得到557分的刘明玲。你之前的分数的463分，也礼拜分数94分，总分加起来557分，恭喜刘明玲。第三名。来，也按照公布，21季的流行歌曲组的第一名。也总分贴片的歌得到567分，我们的恭喜第一名的冯思钧。你之前分出471分，下礼拜得到96分，所以总分改了567分，得到第一名。啊，第一名的是李浩森。以之前的分数467分，下礼拜每天得到94分，所以总分改了561分，恭喜三位！来，也是抢啊呢！老师的班范季军，第三名的奖品一扎，还有付钱员，恭喜！其实你先生办在第一名的奖品一扎，奖品1万元，谢谢老师。有请到叶家秀先生，颁发第一名冠军奖品一扎，奖金有50000元。有请到总费先生，颁发支票。谢谢，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啊，三位恭喜哦！恭喜你们。那先请第三名的美玲。我有点意外，然后。我很舍不得大家，怎么办？你为什么还纠结这一个点？就是因为比完赛之后，我就要回去上课上班，然后可以假日啊，排假的时候约一下，每个月总是会有放假吧，对不对？好。有没有感谢谁呢？我要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然后要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全部参赛者，我爱你们，还有老师、乐手老师们，小康老师，我爱你。哇，他老婆会吃醋哦。没有，他老婆最近忙选理长，没有空理他。然后我也要谢谢，就是彩子姐姐，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课语上有一些问题，我都会赖她。嗯，还有他们委员会，就是他们委员会找他们。你们应该要组一个群组哈。嗯，然后还有要谢谢我学校的老师陈慧茹老师，对，然后还也要谢谢每一位老师，就是每次都会跑去找老师，老师怎么办？我都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谢谢老师的评语，我会。继续努力改进我应该改进的地方。嗯，我之后会做的越做越好。谢谢大家。好，用你们马来西亚的话，谢谢大家，好吧。Terima kasih。哎 ，Terima kasih。谢谢。Terima kasih。啊，那我们请浩辰啊。其实拿这个奖杯，这一次等很久了，很意外。意外，其实我那时候比第一季的时候，我也是亚军。嗯，对。可是这一次的这个亚军，我觉得拿的特别有意义。嗯哼，对，因为说认真的，我回来比赛，我真的只是想要回来唱歌。
然后想要找回自己。嗯哼，对。可是海君姐的一句话，不用找，自己就在这。嗯哼，你就是独一无二、啊嗯。对，嗯。那时候她跟我说的话，其实真的解了我这么多年的惑。嗯哼，对。然后我想要特别的感谢世慧老师。哦。对，没有世慧老师那时候那些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嗯哼，你也是他的骄傲、啊。嗯，真的。世慧老师说他不想要放弃任何一个声音，他觉得大家都是很棒的。嗯，听到他这句话其实蛮感动的。对，因为第一次有人这么真诚的去肯定我。从小就是被否定的人，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可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好，那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罗哥，然后也要谢谢小马，对，小马是最该哭的了。说认真的，他常常逗我们什么的，然后跟我们玩在一起。可是，其实他也是最关心我们的人。也要谢谢安娜，安娜也常常就是虽然嘴巴很毒。但是他很会买零食。对，而且我们每次要道具的时候，他都会在那边碎念。嗯。但是他其实真的都很用心的为我们找我们所有要的东西。嗯，对，我要谢谢小康老师。嗯哼。对，然后我在乐手老师当中，我最感谢的是吉他老师。哦。豆浆吗？对，他常常跑去睡觉哎。老练了。可是因为有几次我都跟小康老师说我的吉他可不可以怎么弹，然后吉他老师都可以照着我想要的方式弹出来，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真的谢谢老师。嗯。对，然后最后要谢谢就是罗哥、海欣姐。嗯。对，然后我要谢谢制作人孟达，没有他找我回来比赛，我拿不到这个。我不会得到这么大的收获，就是有这些人，真的谢谢。嗯，加油，好。好，谢谢你，同学。你奖杯嘞？你的奖杯跟支票都不见了，那么快就被收走了。你不想要啊？借他啊？我跟豹纹的很相配。嗯，好好讲。好不好？要拿这个奖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不会啦，你那么有实力，怎么会难呢？哇，我要收集好多感言。等到我30届要拿奖的时候，我要第一句话要好难。收集好，收集好，哎。有没有想要感谢的人？我要特别感谢，在我快就是第一场要来录影之前，我其实是差一点打电话跟制作单位说，我不要，我没有办法来。对，然后就是有个我们高中的同学，你现在在纽约，谢谢你哲成，谢谢你那一天跟我讲很多。然后感谢两个大轮胎，我爱情古来16年、17年，我看到的痛苦。然后谢谢小康老师，谢谢乐队老师。我知道就是现场 live 伴奏真的很辛苦，然后每次都要因应我们选手就是段落啊，或是氛围的要求，真的很谢谢老师，谢谢。然后什么刚才老娘，其实我老公开玩笑讲，那老娘有八仙，有八仙。
就是过海了吗？很香港的亚龟就有朵朵、秀秀老师、周伟老师、慧慧老师、鲁鲁老师，还有琪琪、赵琪老师，还有国立老师、鲁鲁，还有于欣欣，还有翠芳老师、慧慧、维维、多红、板 V 哈。嗯，是孟刚佳老师没有嫌弃我们任何一个风格。谢谢你们接受我们，不管我们是新，不管我们是新的，还是维持传统的，我知道改变很难。谢谢你们给我们机会跟时间，谢谢你们愿意等我们。后面的同学说你好夸张哦，我这边有那个手工的那个抽取式面纸。然后好了，谢谢书画老师啊，然后谢谢导播，谢谢摄影大哥，谢谢 PA 老师，让我们在这舞台可以完美的呈现自己。然后最后谢谢我在天上教过我在天上的声乐老师。对，加油，恭喜！谢谢。其实啊，一个好的节目、好看的节目能够这么长久，真的要靠我们工作人员啊所有人的努力，才会有这么棒的一个结果。哦，尤其又看到你们啊，说真的，你们有时候要来比赛，一个客家电视台的节目，你们未必要来比，还好有这些制作单位，他们这种很辛勤的一直去跟你们沟通。然后才有让你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想法、一个动力来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哦，所以我们谢谢我们工作人员，好不好？谢谢谢谢，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谢谢你们的用心，谢谢，非常辛苦。好，恭喜你们三位呢，虽然没有进前三名，但已经很棒了，好不好？继续加油。而如果还想来比赛的话，还想要再磨练的话，不会，再来磨练一下，下一季或者下下一季，希望能够还能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人为永远是妈妈心里的第一名，所以你不要辜负了妈妈对你的期望，我们要再接再厉的，好不好？好，还有三位，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个年度冠军的比赛，年度的总冠军。其实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未来的路还很长。好吧，继续加油，加油吧，美玲，加油吧，三位。好，那请两位稍微退后一点。对对对，我们现在恭送我们冯世军坐上卫冕啊，恭恭送，对，恭送，送啊送啊送啊，送上去啊！嘿，卫冕者宝座，宝座来送啊！传统做咩紧张出击啵？哎呦，啊，今咪礼拜，变啊嘞哈！哎，好，哎，比赛之前介绍我的评审先生来，常用型先生、曾明珠先生、查奇贵先生、罗英明先生。哎，先生介绍的一般做一个呢，讲主题嘛，讲主题。有冇个主题嘞？哎呀，不是，哎，今咪来就讲主题嘞，哎。啊？啊，来主题哈。我出题啊！哎，出题出题，今天介绍完的体房唔识啦，哎呀！上礼拜是过呀，介绍过呀，先报啊！上礼拜介绍景点啦，景点啦，我有带色的咯呀，我没有带色的哈哈。下礼拜，我肯定做乜嘅？俺做三太跳的歌曲，哈，来帮大家出啊嘞，参水咋出啊嘞？看出多乜嘅？看你倾向出多落山歌，一系平白，一系山歌字，有唱。TV 沉睡朋友陈淑娥，请来到舞台当中，来，欢迎，来，麻烦你哈。
苏某吉就一直以来就是很优雅，温文儒雅。对，听听你来，听听你来。哎，呦，我一个荷兰人，客也唔系客家心口哦。荷兰人，荷兰人，哎，我唱客家山歌，真的是不简单。对，海鲜饼啊，多呢前六名。哎咩，冇简单的你呀，好棒哦。能够比到现在，不管第几名，你要觉得很骄傲，对，很骄傲。我骄傲啊，哈，很骄傲，谢谢。那你三大调，你最在行什么？诶，山沟子，山沟子跟平板。哦，那你就是最怕抽到老三哥，漏三哥。哦，之前唐过去有唐一公公，因为抽漏三哥吼，就那个气要比较长一点，对。好，对，那我们就来看你是不是抽到老三哥，好来。抽到给我，好，不能偷看，好，哪一张？中间，中间的，中间的哈。恭喜陈叔哦，待会平板啊，平板，做得嘛？可以了，做得了哈。好，啊，热汤陈叔哦，待会一条平板哈，来了。都呀哈哦，讲真的，一天我有当到上个感谢你啦哈，真感谢蛮人。我感谢我歌唱班的老师，还有要感谢那个邓秀英师姐。邓秀英，对，邓秀英呐，师姐，鼓励了，对，学姐啦。进入六强以来，大部分都是她在指导我，还有咬字，因为我喉咙音，所以很多咬字我都一直。不是很正确，对对对，他很有耐心，就一字一句的这样教，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哇，听说还录音给你，让你这样听啊。那他真的是很 nice 的一个人，很有耐心的。是是是是。我这几次有几次就是有一点咬字就咬不好，我也对他。很抱歉啊，不会的，不会的。对，讲真的，你喉咙音做的冲动来说，比我们两个都还厉害，对不对？比我啦，比我啦。好了，安尼唱得嘞，还要唱新上的公平哈，来，谢谢。来，有请高宗。今半夜陈秀芝创业的平板哈，算是一品顺啦哈。不过我还是爱老给建议哈。第一只，三国唔创嘅事唔开，第一只唔好，佢对琵琶佢就多少一个音咩，佢冇创唔啊创哦，但是事情唔做佢就创错了，哦，可能佢因为上下佢嘅事嘅影响，故说佢冇办法，去将嘅三国唔创嘿。
但是事情唔做，佢就佢就唔是就冲来以后。哦。工人爱穿了白做个天空来，天空佢就空是空，有昂昂嘅人系天空系，其他差唔多都穿好啦。希望继续来创人客家嘅成果啦哈。加油！好，谢谢大家哈。校长是肯定的哦。是哦，所以我们也七米礼拜比赛哈，冠军赛，所以我们先不看分数。好，对呀，啊，先卖个关子。好，等一下再统计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多休息，谢谢徐佳，谢谢谢谢。好 ，TVB 有唱到满意呢。请共用的郑锦荣，欢迎来到舞台当中。你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应该三种跳的难度吧？来要请讲，来呀，来就讲洛山歌。唔错，我讲你啊，稀罕酒，稀罕爆，妹妹。我专业难做，唔会做冇买歌啊。哎呦，真的哦，那么厉害了，还是有一个突破的罩门。好，那就看哦，看有没有出到洛山歌。我们最想要出到洛山歌，自己挑战一下。想要出到。他最怕，但是他是最想。对，还是好。那我就直接给你老三个就好了。也 OK。我喊你公平下，注意下了啊，分运气了好不好？来，赖总，赖总，第三个，亚总，亚总，好听哈。黑唔黑嘞？啊，可惜啦，平板。啊，平板对佮来讲垃圾啦。啊，可惜啦。来，听一下金融泰国带来平板。泰国哈，今晚做生意咯。比多亚哈，按多礼拜啊，当中咁有进账多安尼，哦，都唔掉安尼嘛。有，啊，每一集都是这样，每一集看不出来呢。系啊，都拢要进账，那个唔要进账便宜呢啦。佢当然啦，比赛一天，莫讲比赛，我都有上次要上台表演，听听。哈白马威。因为当年的状况没听啦，紧张一点都只要见紧张，然后数不准都考不出来。对，其他都还好。还好啦，还好。那唱歌安稳。有咩唱？有咩紧张啦？没啦，没啦。金咩卡特别紧张吼？有张，有张哦。诶，金咩真冠亚军的，开玩笑。一定紧张的吼。金咩卡是高级，可能是冠军；，卡是无高级的亚军。哎呦，好紧张哦。对呀。来，谈公平关系。民主老师，请。好，诶，金融先生哈。诶，咁样基本上冇乜嘅犯多心态嘅错误啊，吼，只有比较较紧张，吼，所以个伤会较狠。
哦，冇做平常吼，佮青龙钓。哦。哈，但是佮七家吼，喊起爱爱大人七家啦。嗯。吼，七家让向下台，吼，全部都为受苦生苦，全部派托个七家的心肝啦，吼，像啊，最每你啊最每一时的吼，一天啊病落去安样人吼，所以本七家无限的压力。相对的会对动你的伤人，是会影响，吼，会受苦，会压一下，安样面吼。加住哈，还包含有年土的哦，吼，总冠军哦，对哦。哦，啊，就现在哦，所以一点预告哎，应该前三名冇问题啊。哦。还有年土的，年土的说前三名才有办法进入年土的比赛啊，好，加油啊嘞，好，加油。先炒米，然后炒熟了，等好消息。好，好，安子先。多谢多谢，好，再见老婆。好，三合雷就是欢迎陈建基。来到舞台当中。好，恭喜主持人。嘿，佮前面有咩硬长长的？你前面还没有较紧张啊？啊，今天我比较紧张一点。嘿，一丝丝的。好，原本不紧张了，看到他们大家这样也跟着紧张了哈。放轻松，放轻松，好不好？最后一关了，抽筋派了，对啦，伏笔也了哈。前面努力了那么久，哦，分数应该累积到差不多了。你先讲出多嘛个？那个很有戏的问题，很那讲落山狗，落山狗，来看你出多落山狗嘛来。哎。水片的啦吼，水烟，来装，一二三，好，一装系咩？一装哈，好嘞。奇怪了，哎呀，哎，今天平板怎么这么销路这么好啊？哈哈，生意很好呢吼。哈，因为收入很好呢啊哈。生意真好呢，能哦讲。哦，要怎办呢？卖都好哦，嗯。同买几本？两本。OK 啦。OK 啦啊，好不好？没有问题啊，所以放松心情啊，抽到自己喜欢的，来，唐陈建基的两本。要唱歌要两音嘿，当到位啦。你唱歌唱下客家歌一到位，有男生的奶奶味，奶奶味，撒娇。来，阿你谈一下先生的公平的。恰克给先生。好，阿你陈建义先生，今日带来个平板哈。诶，
在以前也比赛很多了哈，溜溜秀秀，累积个经验嘛，做餐饮经理，做得讲已经呈现出来。第以前进步很多，哈，不管你个上运也好，其实你经理创个迄双，有三个高三个人来讲，是蛮强的运啦，但是呢，你创出来也同样创到相当好啦，我哈，有杂事你要注意哦，好事没好。哈，你个唱得了来好，唔好唱得了伊好难啊！一搭好事一定，迄同伊注意好了，还要不更加更加好。以后还有比赛，再继续加油，哈，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哎，讲真嘞，他刚刚讲会讲哈，你是真用砒霜砒霜的旋律而沧海一抹，哦，真劲，嗯。哎，学感情本身就有安尼问题。对呀，难怪后路人还有办法去克服，对，厉害。有下功夫的。对对对，传承客家文化啦。好，对呀。先休息哈。先休息哈，好，安子先，安子先，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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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嗯，好嘞。欢迎王曲吉。嗯。哎呀，王曲吉。帅的。嗯。祝新年吼，大家吼，哎，咱黄老师哦吼，嗯，请讲出都嘛该，洛山歌，哎，奇怪，明天也能讲出洛山歌吼，你用白话讲洛山歌，哎，玉米，戏上白戏我不足啊，哦，系啊，错，不足哦，我跳啊，我跳哦，系啊，错嘛不足个时间了，我再给我跳一下就过呀，你用白跳，啊，你用白跳。啊，佮有技巧的，啊，冲个上身人，跟外国大兵冲，啊，冲上身人样子。好嘞，来看一下，看能不能煮到洛山锅嘞。来，总，请菜啦。我觉得很有几率抽到洛山锅，哎，嗯，要总还没？拜托，不要再平板了，好不好？真的抽到老三哥，加油哦！唱得好的话，分数会很高哎，会很厉害哎。吸，嘿呀，吸开就得了哈。变下去，深呼吸，深呼吸。再一半，再改一半。啊，粉养黄老师老三哥，好。今天有你们就强啊，就当欢喜。当欢喜啦，哈。那个太阳的子宫啊、八宫哈，他该弄应该个很很强哦。山沟好汤，唔买餐啊！文化
谢谢。哎，黄老师啊，你要毕生然后上个地嘛？唔知咧，唔知啊！啊，冇跟學生一講，挨冇啲講。啊，冇人同播呀，比如我看電視看到啊，樣。要挨上禮拜上課，同我講，誒，先生啊，要看到你比賽喎，出鏡。佢講，唔咩挨啦，唔咩挨啦，你講。唔咩講，唔咩挨講，啊，要看到，講係啊，先生出嚟當好聽嚟樣講，挨都哦可以啊。啊，要喊學生嘅搭禮拜攞幾多數款，攞一搭嚟台，要對面挨要講，要可以人用，要喊都可以攞一搭。一唱高裝啊，吼，聽書廣播一下嚟。全學校都睇。哎呦，跟你们表演卡好屌哎呦！哎呦，哎，累唔差哩，累唔差啦，加油跳下去。跟唐爱的欧贝乱哥乱讲的，欧贝乱讲。啊，好，来谈一下罗罗英先生的贡品啊，来来。好，首先吼，还是非常恭喜方台姐今日到安尼六强嘅比赛，容易猜吼，诶，其实都当都嘅分咯，哈，基本你唱嘅你嘅歌词，其实当好唱，喊罗三哥用你嘅歌词来唱，讲实在，其实非常嘅好唱，咁你认为讲，系因为你嘅喜好？在入到位所可能用唔错咧，就係你来唱音嘅音嘛吼，而素材来只音，你要去想一下，好，因为你当场唱好咧吼，你就先点点，好，那个来唱来怎个来讲，其实唔系咁样先，你嘅素音素材来只，比如讲吼，你嘅三个好糖，好，你嘅糖，好，一道嗯。好，唔讲音系用 N 去捞佢，你系来写三个好糖，按数睇就好咧。你用 N 去来安唱，咁你因为转来一些唔会查嘅音歌就涨一滴滴咧，涨一滴滴，你嘅气就会不足，所以唔会查嘅查，嗰只气就唔拉，冇其实你嘅上当好。好，那希望你嘅罗三哥会经常更好，希望你。好，那你就先休息一下。好。好，粉丝等下再公布。好。好，安之生，多谢，谢谢黄老师啊，回座休息。好嘞，三号的黑蚂蚁。欢迎，不要请坐。好，来到舞台当中。哎，你好，阿范哥。好。他讲出多么个呀？罗山歌哎，哎呀呀，都要罗山歌。你咧认到罗山？你系咩传统货色？罗山歌好牛嘢啊！太假强啊，咩听咧强？真咧。哦，那合群系咩？安尼好啦，安尼即来看一下，看你咩出到罗山歌啦。好，好嘞，对。看人面相，亲有可能。来总，一、二、三，来总。总忙好嘞啦。我觉得我的嘴好灵哦！哎呦，恭喜哦！嗯，恭喜哈！不，好好挑战一下，对不对？血池一下嘞！便宜呀，嘿呀，几多本挑战啊嘞？好嘛，洛山哥，嘿，可能你要唱翻洛山哥一批发嘞！变啊嘞，好，来弹一下洛山哥。奇才腿大，大擂台那，好唱山歌啊。
唱出山歌。上云后浪雄起，松柏哥啊，嗯，佮松柏做七强，七强模拟嘛，哦，要不卷土重来，哇，不到六强以内，哦，而且成绩也很好，嗯，对，真的，哇，越来越进步，好，谢谢，你认真哦，有滴学习就会变强，错，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那里，来，高总，廖欣赏的赏吼，非常太含，哦，哦，也太含哦。身體係嘛？係啊。哦。誒，佢唱山歌，基本上嚟講，也有咩嘢咧？誒，以後嘅條件。嗯嗯嗯嗯。只有兩隻東西，我要建議佢嗬，唱出，跟起嘅出，冇唱好些。嗯。好。佢嗰個就心頭開，我講嘅開到面向起嘅，你嘅走出嚟啊！開那。呀，唱安尼走脱，我让我唔可以走脱。那唔可以走脱。哦，嗯，谢谢，加油啊！哈，好，好，好，先坐好了，等一下等候升级。好，安子先，安子先。好老实哦，我都不太好意思。跟我以前好像。哎，上好了，朋友，王叔给。朋友，老总，老总。嘿，主持人哈，嘿，他刚好，嗯，上台跳，没有人，跳分人，青江出到乜嘅？庐山歌，来你哈煞变到青江山歌子咧，唔敢讲庐山歌，听讲人家抽成抽好诶。咩啊？今日先咧山歌子，佮有我雕歌诶地方，唱不哈顺呐，我讲我雕唔好呢。哦，所以人歌词有我雕歌诶，迄个是读到山歌子诶话，我雕歌。哦，啊，拄到庐山歌平板唔是？哎，错吼。哦，安尼就。所以爱讲庐，以前讲庐山歌，嗯，讲过按倒拜平生老师的指导以后，我还唔讲哎。哦，安尼就保佑我们出到山歌字哈。哪种？哪种啊？大听，大听。啊，地动王哎，他小暖啦。地动王哦，他家就出地动王来。客厅哦。嗯。好。耶！庐山歌，妈个！哎，今天怎么搞的？前面三个平板，后面三个庐山歌。哎呦，变啊嘞！好，来弹一下苏格基的庐山歌来。山歌苍来老连连啊，唱飘流
感冒还没清好，还在吸毛酒。哎，冲到庐山国吸个酒，又更加紧张。哎呀，但是嘉信长都讲，你讲吸唔吸的问题啊，对不？系啊，哦，紧张的问题，自家流冲突了。清凉蛮赚了。无论怎么样了，冲起来了。对对对。没有你们就扛啊，就当欢喜。当欢喜啦，哦。那个太阳的子宫啊、八宫哈，他该弄应该个。很很强哦，最近啊，工资给你要动强嘞，等礼拜就装点看你啊，讲哦，哎呦，讲不错不错，装得不简单啊，安尼创得嘞，还要抢新上的公平。明珠老师，好，啊，今天啊，苏杰的手机哈，诶，创到千顺，哈，最每一摆嘞。拿出实力来的哈，所以从自然的按行云流水的按用人来唱，啊，一次他来的发分数是会最高的按用人哈，因为落奖的嘛，唱有按多年的哈，诶，原则上冇问题，哈，冇问题啊哈，所以不能轻过分哦，安尼啊哈，诶，所以后摆有机会再过来继续。好，达标，安尼好嘛？好，要做什么各位评审老师，正经讲，所以动态，我请了感谢这些全部评审老师，第一我感谢啊。他讲他无意向先生搞啦，他做安尼都摆唐人演嘛嘞，演嘛嘞，演嘛嘞。哎呀，跳前，唱高壮钢片，讲都懂好，所以他又 keep 住多，嘿，所以呢有调整，嘿，有调整哦，哈，也归你呐，也归你，谢谢，唱归你，唱归你。继续加油哦！好，安子姐，安子姐，啊，要先准备当手哈，安子姐。好，所以啊，六位参赛朋友给比赛了，哎，都得买个第一名，啊，都得买个第一名。那同款老师，系啊，第一吗？对，哎，休息一下，痛击一下，马上就第一。统计出来了哈，好漂亮的分数啊！哎呀，真的，我们请浩宇的功夫一下，下一个月第六名还满意呢。第六名，我们的恭喜得到555分的总分，王秋吉。好，恭喜王秋吉，下礼拜是93分，上百千五场的462分，所以加起来555分。好，下的功夫第五名。第五名，我们的恭喜得到总分558分的陈淑娥，系恭喜陈淑娥，上摆分数加起来465分，下礼拜93分，所以加起来558分，恭喜。来功夫，第四名，来恭喜总分得到559分的王淑杰，系恭喜王淑杰，上摆加起来分数463分，下礼拜得到96分，所以加分数加起来559分，恭喜。好，来唱三 V 哈，来先推到旁边，来旁边来哈。好嘞，好斜斜的就好了哈。来，好，来来来，输给几哈？一刀一片，嗨。好，要存多要三 V 哦。都是男生呢。哎呀，哎呀，真的。都是男生呢。啊，女生暗表，哎。好嘞，要来公布第三名，还满意呢？恭喜第三名，总分得到561分的廖崇拜。好，恭喜廖崇拜，你上班五场加了467分，下礼拜二得到94分，所以加分加了561分，恭喜。好，要来公布第一
命。亲莫惊，但亲莫惊，但安尼就恭喜太太，你咧恭喜得到天命中分有576分的陈佳琪。恭喜陈佳琪，你之前改了分数478分，下礼拜伊得到96分，所以加个分数改了576分。啊，陈金勇，天一命。中分有573分，嘿，伊上摆分数是477分，下礼拜伊总共得到96分，改了分数是573分，恭喜三位，好，也按这个枪啊呢，蔡奇贵先生来颁发奖杯，第三名奖杯，奖杯在。再来分享生命之欣赏，谢谢，第一名奖杯在。唱高中，颁发冠军。啊，一唱罗茵茵来颁发5万元的奖金。天命5万元的奖金。好。好嘞，前三名已经出来了哈。好。安尼先唱安尼廖琼发先生来讲一下感想啦哈。廖太公。当时我安尼客家电视台有两只舞台来本来。都俩合唱歌，韩国诶，你爱评审欣赏，然后爱指导按导个建议，爱有当导个进步。嗯。韩国新闻指导爱个林老师，韩国陪爱调到每个校园，爱向爱补养。哎。哦，叫补养。哎。哦。韩国谢谢你的乐队，韩国主持人，韩国观众朋友，我的家乡的亲戚朋友全部有老爱鼓励，询问感谢。好，俺就是恭喜你得到第三名哈。好嘞，接下来请咧金融泰哥来讲几句话嘞。非常感谢你啊，客家电视台啊，有滴个闹热大舞台的舞台哦，本来落到后来创了成果哈。你看，第一排要听第一个检查，检查个遐个等个理事长刘延立，刘理事长，迄个带个专业滴个客家歌曲班，啊，我个启蒙老师，遐个遐个赖仁正老师，啊，最近搞我个会创三国个，迄个李永祥，哦，李永祥李老师，啊，再过来就听我来那个比赛，要不像检查来高比评审先生帮我指导。啊，行到最感謝迄個李文斌，啊李文宏，李啊，已經不辭辛勞，在天花總一機的搞外倉，搞了三個學起來，哦。哦。也非常感謝我哋兄弟姊妹，另外不感恩哦，按支持我落條倉三個，哦，有啲人就太多獎要獎咩，我咪情況都嘅，係感到很光榮的。嗯。好，謝謝大家。谢谢啊，恭喜恭喜，得到第一名，哎呀，莫简单啦哈！嘿，来唱一下那冠军歌手陈建奇，来讲一下吧。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建奇哈，客家陈瑞。你要拜，冒充好乐歌来改唱唱唱山歌，系啊。那动感车的客家电视台哈。有安好嘅舞台本，好唱唱成歌嘅人来一下比赛，哦，嗌咩当好唱成歌叫当好，好好学习，今次嘅教过嗌嘅先生，以前前用心来教嗌哈，嗌咩前用心学，咩今次嘅主持人，多多老爱鼓励，系啊！啊，今次嘅乐吹平生先生，特别嘅老爱指导，今次嘅乐吹先生，嘅特别即安好嘅音乐本来唱，咩今次嘅本娘姐哈，特别安辛苦皮嘅来安，大理嘅神父安呢，咩都感谢。大理雅人。哎，啊，叫安阳，双太家，恭喜恭喜哦！哎呦，唱
唱功客家话也不会逼的。他那个不需要你哽咽哽咽的。但是讲真的，生活无简单啦，因为好路子梯哦，做得来参加安尼安尼三太跳的路比赛吼，传统比赛啊，做得得到安好安好的成绩，真的非常非常恭喜。啊，表示人家发动到心思去学习，才有安好的成绩吼。系恭喜你，嘿，恭喜恭喜好。人家哈，好。三位，好，姓刘名诶，不要气馁。嗨，怎样来？哈，继续再来打拼，好冇？安子姐，哈，啊，你啊三位，哦，还能今年年初的比赛，所以都是他敢喊唔低哦，鹿死谁手是谁？没有走到最后都不知道谁才是总冠军啊！哈，好，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哈。但是安乐先送安乐。跟几个冠军国术先送安尼威免杂的宝贝，好来抱一下。好，让你抢陈建宇手中威免杂的宝贝。今天一路行来清醒不畏，陈建宇今天也得到我们的冠军。看到人金美淑有参赛站安尼比赛吼，真的非常的感动，系啊！啊，他家有安尼比赛，唔好讲啊，强下比我有安尼上阵的那种感觉，计较的心，嘿，他家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看到真的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好。好，安尼希望安尼无得到较好成绩的朋友吼，继续来打拼，吼啊！得到较好、较好嘅成绩嘅朋友，继续加油。嗯，前面后背还有冠军，安尼年度冠军嘅比赛，真吼，那好好嚟拼啊咧。嗯，好。好啊，好爽嘅朋友也同多哦，希望也都加加来报名哈。哎，报名专线0919388398，还有纯真天花0227778231。好，等一下他加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没有多谢辛苦嘅评审先生，谢谢。啊呀哈！嘿，你生日贵哦！下礼拜就看到你生日贵，室内贵，一定要准时收看了啊！好啊！哎，多谢，恭喜恭喜！恭喜哦！辛苦小飘！谢谢谢谢老师们，谢谢，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很辛苦哦！下礼拜忘记了，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礼，老年恭贺来，再见，拜拜。